八卦掌是晚清到乾隆间由董海川先师所传于世的。尹派八卦掌是董海川先师的得意弟子尹福先生所传。尹派八卦掌它的特点是冷脆快弹硬。尹福先师生于1840年，逝于1909年，享年69岁，河北蓟县张怀村人士。尹福先师在习八卦掌之前曾练少林拳、罗汉拳等功法，所以他的功法传承里边有一些少林功法的特点，比如说少林的八把神抓等等。所以集成尹派八卦掌的特点就是冷脆快弹硬这五个字。冷是怎么一个冷掌？冷掌就是出手不见手，出手要快，啪一出手就回来了，出手如闪电，发劲要脆，不要拖泥带水，啪一打手一点就回来了，冷脆。快那就不用说了，出手快嘛，弹要有弹性，就跟一根皮筋似的，一松手就回来了，让对方抓不着你，摸不着你，他对方就没有机会来对付你了。最后一个特点就是硬，现在好多练尹派掌的人都比较忌讳这个硬字，因为他一说硬就有点近似于外家的东西了，其实不然，硬才能体现出尹派八卦掌的特点来。怎么能才能练出这种硬劲儿来？杨坤先生曾言，杨坤先生是尹福先生的徒孙，是张守恒先生的弟子，我们这支是杨坤先生、张守恒先生嫡传的一些功法体系。所以说呢，尹派八卦掌，杨坤先生曾经言道，这个硬字就筋骨相合才能产出这个硬劲来。比如说手型，我们是以铁镯的手型为主，这外边流传的一些手法是以牛舌掌为主，掌型的一些变化，那铁镯的一些手型的变化，一些老前辈都有铁镯的劲力。铁镯主要就是一些拿法，下面咱们主要介绍一下尹派八卦掌的主要手法。先介绍铁镯的手法，铁镯手法，一出手，二目凝视虎口，拇指微扣，食指稍弯，中指上顶，四五指回弯，组成这么一种手型。这种手型主要是拿对方，圆访对方的攻势。比如说对方一来手，顺手就拿住对方，反手就可以拿对方的关节，这是铁镯的手型的一些变化。下面咱们再介绍牛舌掌。牛舌掌是尹派掌的一个重要的特色，人家出手如牛舌嘛，幻势如穿梭，有这么一种说法。牛舌掌就是四五指并拢，拇指内扣回弯，就这么一种掌型。它的特点是比如说像一些劈掌、穿掌、削掌都是用牛舌掌来体现的。下面再介绍一种掌型，叫剑指掌。怎么叫剑指呢？它就跟咱们练剑的那种掌法是一样的，也是拇指内扣，无名指和小指回弯，中指是食指上顶，就好像剑指点人的穴道，是这种手法。这种手法主要是一些比如像指天插地，两指一顶，上下抻拔的力量出来了，然后还有一些踩踏勾拿的一些手法。比如说他一出手，出手，这就是剑指手型，剑指掌勾拿对方的小臂的部分，然后拇指，然后用小臂外旋拿他肘法，这就是一些拿法的东西。所以说剑指掌主要也是一些拿法，一些擒法，勾勾探挂，一些小巧的打法。你看你再来，这东西也是剑指掌。所以这就是讲剑指掌的一些用法。单挑八掌，首先咱们说第一是穿掌。尹派八卦掌是以穿掌为正宗，相对说以八型为基础，所以是穿掌是主要的一种掌型。穿掌是以牛舌掌长成牛舌掌，目视前方，屈膝下蹲，然后手从肘下穿出，要有动侧撕拉的力道，一走，有蹭哈二气，一走，走动侧回来穿，这可以往复的练。这是穿掌，穿掌还在抖圈当中也可以体现出来。比如说一走转身转掌，走下穿掌，下穿掌回弯，
下市、下叉，这下川场的变化变成上川，这是川长的变化。下面来介绍萧长，萧长也是长成牛舌长。前面咱们介绍的长型，萧长有两种萧长，就萧长有两种变化，一种是扬手萧，一种是扣手萧。扬手萧也是掌心朝上为扬，是扬手萧。掌心向下为扣手萧，一般来说应用的时候先走阳破对方肩下，再走阴手萧，走一滚果的变化。八卦掌讲究是滚果争断这四个字。咱们先开始做阳手萧，也就是萧掌第一式，单操的练法。屈膝下蹲，双掌合于腹下，下叉萧，扣固萧掌。第二式，手要固住肘关节，以防对方拿你肘部。开合，消，扣步回身，消掌，一插，消掌，消掌，消掌，回身。那下面咱们介绍单操掌、消掌一些用法。比如说对方出手，来出手，对，这手法，他一出手，肩架，你看，肩架，对，你不会打这个，肩架，我手拍对方的肘部，不能打对方肘手，打手他这容易进攻我，容易以肘来进攻我，所以接手就要断在对方肘，断对方肘，我掌就奔他的颈部，颈动脉就打去，这是消掌，这是扣手消掌的变化。然后再介绍一由阳变阴的一种打法。你看，先接手，慢动作演示一下啊。你看，慢点慢点，接这阳手接的，阳手消掌来接，滚果变阴手消掌去下压对方，把对方肩架给破开，同时左右手都可以打对方了，就等于把对方的肩架给破开了。这是一种破击的手法，快动作再来演示一下，来。这就可以打对方，这消掌的一个用法。踏掌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像当年程派李文彪先生，他有一句话叫问掌只需三分劲，是敌何用四两功啊。他的一个踏掌一出去只要用三分劲，再多一点人就容易受伤，所以踏掌的威力是很大的。咱们先介绍踏掌的掌型，这就不是牛舌掌了，是铁镯子的掌型，力在腕根，中指上顶，手型是食指回弯，大指内扣。起身起势的时候也是捧膝灌顶起，下蹲走，嘿，前掌回撩，后掌往前踏击，这是二步踏掌走，这也是要发劲走出顿挫的力量。力砸胯，由足跟蹬，经膝经腿，由肩到腕到肘，又要发声，练拳讲究吐气虚开声啊，一走一走，回身，这是踏着练法。还有一种踏掌是顺步踏掌，顺步踏掌又叫黑熊踏掌，和二步踏掌的练法不太一样。因为二步踏掌你主要练的是抖腰转胯，你顺步踏掌是拧腰转胯，哈，带腰的拧转，所以叫黑熊踏掌。咱们下边来介绍一下黑熊踏掌，吐气一走，劈掌是我从谢佩起先生那儿学来的。因为我在学就引派八卦掌之前，曾经跟谢佩起先生的传人贺进宝先生习过一段门宝珍先生所传下的引派八卦掌。他的风格是消砸劈胯震挡擒拿，
勇猛刚劲这些东西。下面来介绍这个劈掌。转体屈膝上挑下劈，主要掌型也是牛舌掌，其力劈的时候力在小臂，不要在掌根这儿。劈的时候以小臂去劈对方，以接近的才能近身，如果以掌尖 去劈对方，你没法近身，不近身 不能打对方。这劈掌的要点是在小臂。好，下面来演示劈掌。撞掌，撞掌是八卦掌有名的一种掌法，撞掌也是铁镯的手法手型。前面咱们已经讲过了，有分单撞有双撞，单手出来为单撞，双手出为双掌。还有一种掌法撞法是进步团撞，一接对方小臂接过来压对方提膝撞出去，这是一种双撞。下面咱们来分步演示。先说单撞掌，这是单撞掌，下面就是双撞掌。双撞掌就演示到这里，下面就是进步团撞。这是团撞，下面介绍一下团撞的一些用法。搭手要接着小臂的中节，不要过长也不要过低。接手有一个叫什么老嫩迟缓，这都是需要讲究的。接这儿有点老，接这儿接腕有点嫩，所以接它的中节，然后再滚压滚压近身走团撞，把它给撞出去。来，再来一遍，出手探掌。探掌是一种试探型的攻击手法，它主要是体现引派掌的冷脆快弹硬的一种风格。下面来演示探掌。探掌的主要手型也是牛舌掌，它的手法手心朝下为探掌，力打指尖，先戳指尖，先戳后打十万骨。这种半打的时候不要体现出来，一探几回，一探几回。下面来演示探掌。探掌这种掌型比较容易伤人，所以说尽量是少用。探掌要点到为止，你看，比如你出手点过去就行了，不要非得戳了。如果说你奔他眼睛或者奔他咽喉，很容易伤人的。你看出手，哎，手左手固住他的肘关节，拿探掌去打他眉攒眉攒鼻子口
咽喉都可以受到攻击，这是探掌的用法。好了，探掌就先介绍到这里。掖掌就是有进步掖状，也就是顺步的或者逆步的，其实都是一样的。掖掌是手心朝下，用掌根先穿后掖踏，看掌形的变化，也是掌心朝下，以指尖去攻击对方，然后腕根去踏击对方，这掖掌。掖掌一般是在圈上的集中体现比较多，你比如说放上面一缠对方的手，一转身一背部掖掌，哈，这个成派掌叫白蛇浮草，我们这也就是双踏掌，哎，这就是掖掌的一种变化。下面来具体演示掖掌。需要注意的，掖掌回身的时候，回身有背身插掖的动作，这是回身需要注意的地方。掖掌就先介绍到这里。转，先出手慢点，慢点，慢点啊！啊，接手，对方不要接实对方，接实你就不好变化了，也是接对方的中贴。我滚身，滚臂，滚身，穿他的腋下，掖嘛，就等于这人对方把钱包掖起来这种感觉。因为以前古代人的腰包全都掖到腰里嘛，跟现在不一样，有包有兜什么都可以装。所以掖掌是往这边进步，先掖后踏，一打一撞，哎，你这就背身掖掌了，这掖掌的应用变化。走一边快的，来，嗯。代手是引派比较著名的一种手法，像当年引派的一些前辈都比较擅长代手。代手其实就是用腕部，用手部去抓对方腕部去带领，去控制对方。手型也是呈铁镯的手法。下面来介绍一些单练之法，也是屈膝下蹲，双掌往下合，往上穿。比如说对方如果来拳的话，正好攻击你的面门，正好变掌，用铁镯绳去拿对方，一走，他是要是斜闪，不要直进，直进容易跟对方顶上或者撞上，一出手，要斜闪，这个在拳谱里又叫把看，就把住对方，观看对方的动向。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可以拿对方的小臂、大臂，待会儿咱们可以具体演示。带手主要的特点要走出攻击性的力量，顿挫抖弹，惊崩抖炸，你不能软绵绵带对方，那你带不动对方，一带对方啪一震，把身体的震劲拿出来，把自己的精神给打起来，这样才行呢。咱们演示一下带手，出手稍微慢一点，它是攻击性比较强。看啊，接手拿对方腕子，然后用力去抖他，去踩他，这种东西来更快的。这拿他腕，拿他小臂，还有就拿他大臂。咱们讲的是引派八卦阵，什么点筋结脉、捏骨拿穴之法，在这个带手当中都能体现出来。你看，再来一遍快，你看，来出手，这就是捏他曲池穴了，拿穴，点筋结脉、捏骨拿穴，食指捏他曲池穴，他半身就算是比较酸麻。下面来介绍引派八卦阵的主要腿法。主要腿法一共有七种，下面介绍第一种，点腿、转体、屈膝、提膝、力打脚尖，快速点出，点弹而出，要快，回来的要快。点腿、提膝、点下，踢腿的一定要注意重心稳定，身体要蹲下去，不能这么踢，这不行。
这腿把你身法就散了，下来小腹往后一收，讲踏腰嘛，一二三，回身摆步扣步，一二三四五，好，咱们点腿就到这里。下面讲点腿的应用，点腿应用比较容易伤人，所以说点到为止吧。哎，你看你出手，对吧，这拿住他对方的关节，脚就奔他迎面骨。下面来介绍引拍八卦掌第二种腿法，是踢腿。踢主要是力达掌的脚掌前脚掌，由下往上刮踢对方迎面骨的位置，也是一样，屈膝下蹲，重心稳定，顺胯溜臀，不能撅臀，顺胯溜臀，身体要正直，两手自然下垂，也可以抱合于脐部，哎，都可以踢。回身好，踢腿也是演示到这里。下面来讲踢腿的应用，接手到这儿挡住对方，手法也是要固住对方，先打固法后打人，您不能这直接上踢腿，那个不行。这接着对方，这手脚是由上往下刮踢对方迎面骨，不是要点踢对方，这是跟他的区别。那你看到这儿有这么一搓的动作，注意脚型是这么往上搓，搓对方，这就是踢，这很容易把对方迎面骨踢伤的。所以这个快动的演示就暂时不演示了，别让他受伤。好，就到这里。接下来讲引拍八卦掌的一种腿法，叫蹬腿。蹬腿主要是力达足跟，你足跟往前踢蹬击对方，踢腿是往上刮踢，这区别一定要区别出来。这个是踢，这个是踢，这个提膝蹬出去，提膝蹬出去，这蹬腿。蹬腿主要蹬对方的胯、膝、踝这三个关节。比如说在转掌走圈，你接对方的肘，叭一转身，一下势的时候，这是要由后足蹬要蹬出去。你看，有人哈。背身插式下式就有一蹬击的动作，所以说引派八卦掌都讲究是按腿，不要起什么高腿呀、鞭腿呀，不是起这个，走踢最为佳。踢的时候也是一样，下面来做演示，双膝双手抱合于丹田或自然下垂都可以，提膝蹬出去，下面来介绍蹬腿的应用。来，先做慢动作演示。来，你出手，他是奔我眉上过去了，我是上下拖击对方，八卦掌掌推拖带领啊，往上提，然后同时再蹬出去，足跟，大家可以用这脚吧，方便一点，蹬，踩蹬的动作，也是对方迎面骨或者膝或者是胯，你要真是蹬上累。就人就容易受伤了，这只是蹬到这儿只是受轻伤而已。下面来介绍一个快的吧，点到为止，出手。下面介绍引派八卦掌第四种腿法，踹腿。踹腿的力点在于达到足弓，脚要横过去。下面我来演示一下，转体也是提膝，松腰松胯要松下来，重心才能稳定。如果你要紧张的话，就有摇晃了，尽量避免摇晃，踹出去，侧踹，要在足跟的位置，足弓的位置，也可以里外都可以，这叫腿法的变化了。咱们先介绍往里踹腿，
踹腿就先介绍到这里，下面是踹腿一些变化。踹腿比如说在走圈或者对敌当中，也是一搭手一转，一提击去踹对方，或者翻身来蹬侧踹蹬都可以，这就是腿法的一些组合变化。下面来介绍一下踹腿的应用。先来一遍慢的，来，接手提膝踹对方的膝关节，出手，出手也是要固住对方，先打固法后打人，你防守不严密啊，你如果这样人早打你了，你拿什么踹人家？所以接手先踹出迎出去，踹翻身拧蹬踹，拧腰蹬腿，然后再踹，力量就大了。踹低膝关节、胯关节，然后就是肋下，这是踹腿的几个位置。你不能，也小腹也可以，小腹以蹬的腿法比较好。哎，下面来演示一下，踹快点。好，踹腿咱们就先介绍到这里。下面来介绍第五种腿法，勾腿。勾腿通常是配合勾、挂、撩来综合变化的，如果单独使勾腿效果不是很大，所以说下面来介绍勾腿。转身开步，脚尖是勾踢对方，一走转身扣步勾，勾腿需要注意的是拧腰转胯去勾踢对方，你不能整体勾，你重心就不稳了，一定啪一转身就要勾出来。下面来介绍勾腿的应用，也是先来慢的。比如对方一伸手，也是一样，把对方的门户打开，摆步前脚微摆，拿腰来换，左手卡住对方的大臂来勾踢对方，哎，接手摆步，这个勾来换个位置，换个位置出手，接手，这是勾，勾对方的足后跟，你勾这儿没用，所以勾腿要讲位置一定要很清楚，勾对方的踝关节，小腿也可以，但最好是踝关节，踝关节就容易把对方给放倒了，这勾腿的应用。下面来介绍引派八卦掌第六种腿法，挂腿。一般来说勾腿和挂腿是综合使用的，不能分开，分开的效果就不是很大，所以说练的是要勾挂连环，你掌法有抽撤连环，步法就有勾挂连环。下面咱们就练习一下勾挂腿，来讲解演示一下。勾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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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身勾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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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勾挂腿就演示到这里。下面来讲解一下勾挂腿的应用，还是慢的。看对方出腿的时候，可以直接用挂腿，不用勾腿。比如来，你来快点，这应该没事，小心点。对，嗯，好，挂的时候也是要封住对方的门户，不让对方来攻击你，你脚后跟去挂击对方的脚后跟，来再摆一下，挂腿挂对方脚后跟，挂膝的关节效果不是很大，小腿也可以，最好就是挂踝关节，对方如果你配合手臂的翻转，人就一下就平着就出去了，所以击击效果非常好。下面介绍引派八卦掌第七种腿法，撩腿。撩腿也是综合利用的，不能说单独来使用撩。撩转体背后撩往回撩走撩撩撩踢，然后扣步转身撩撩撩，撩腿主要是配合的一些身法的应用，转体要快，因为你撩腿是拿脚后跟去攻击对方的裆部或者小腹部，撩腿的攻击力点
主要是在对方的裆部和小腹部，转体动作一定要敏捷要快，如果你要慢了，撩腿你撩不到对方，反容易让对方抄腿抱摔。撩腿一定要低，咱们老拳谱有一句话叫好腿不过膝，就是一般攻击对方的腿法最好是在膝以下，攻击对方迎面骨膝关节和胯也可以，但是打累那就你非常快捷了，如果说你要慢就容易抱腿摔你，所以说有好腿不过膝的说法。下面来介绍咱们撩腿的应用。看撩，转身背后也是往上，这是外撩腿，然后呢有一种顺势撩腿法，来你看进步，撩踢蹬，这一个变化组合，来你看这接手，再摆过来撩蹬对方就可以，身法一定要随着变，你正着撩那就等于踢了，容易伤对方，正撩踢，所以一定要背身撩踢，撩完再蹬，蹬不着对方，蹬对方膝关节，这也都可以。你像咱们转掌的时候，八一走，这背身转掌，这都有什么用啊？都是有用的。你看，你再来，一接手，这不全是撩腿了吗？撩腿，手劲往上一勾就起来了。但是撩腿一定要别起那么高，你这高虽然是好看，但是不那么好用。反向，没事没事，再来一遍，腰，哎，打对方膝关节也可以，身法一定要严谨，他这种程度他没法攻击你，如果说你看你再来，我这么正撩我根本撩不起来，踢也踢不起来，只有反背你是绕过对方，这个也可以是这种撩腿一种变化，这个变化你再来一遍，来出手，就蹬不着对方，撩这变化直接都打对方腹部，这种腿法，所以这种腿法尽量要慎用，容易对方抱腿摔你，所以练的时候一定要快。下面来介绍引派八卦掌腿法的综合应用，七种腿法组合变化，点击勾挂踢蹬踹撩等七种腿法的组合，比如说对方一接手接对方手的时候，连点再踢就过了，背身合身蹬出去了，转身迈步再接对方手勾过去了，一扣步再勾背部就挂，然后挂完了背身啪就撩起来了，这是一种完整的一种击击的手法，所以说点踢勾挂蹬踹撩这腿法组合变化来应用的，点蹬走勾挂背部撩，反背撩，再下势，这就腿法就可以随意组合，没有必要非按固定的程序来，因为人家跟你动手不可能按你的程序来，你得随机应变，咱们拳谱不是说吗，叫随机应变心如神。下面来综合演示一下腿法的应用，比如说对方啪一来一接手，这点对方就同时就可以往上踢对方，刮踢对方，如果说对方你往回收击，我没有勾着他，变蹬踹动作，蹬踹他闪腰闪胯，转腰转胯，哎，这我蹬空了，啪背身撩过去了，哎，如果撩他想抱我腿的时候，我就回来了，挂他，直接就走挂腿了，这就是一些腿法的变化，没有必要说我他撩回来我再勾他就慢了，所以这腿法应用是综合的。快动作的演示吧，来，这手法不把应用到一块儿，再来一遍，下面来介绍引派八卦掌主要的步法，主要步法有两种，一个是自然步，一个是鹤行步。自然步就形同自然行走，因为大家咱们走路是怎么走就可以了，但要注意一点，松腰松胯松膝整体放松，你变化才能灵活呢。那比如说咱们走圈的时候，哎，很自然就走了，因为这背下踏掌，这背身掌，咱们不要刻意强调的摆扣，因为咱们转身的时候前面一走
一松腰，一松胯，一低了腿，自然就换过来了，步伐就转过来了。所以这是一种比较轻松自然的腿法。这种腿法的好处是利于变化，你转身就走了，这腿法轻松快捷，勾挂连环就都有了。所以说咱们的腿法演示就是到这里。下一边一种腿法叫鹤形步。鹤形步呢，老前辈又说叫什么，叫偷鸡步。为什么就叫偷鸡步呢？他讲就是高抬腿轻落步，形同舞台上就说十圈偷鸡那种感觉似的，不能动作要大，动作不能大。他叫什么，抬腿轻落腿松。下面来走一下鹤形步，屈膝蹲身起，双手要趁着点劲儿出来举，基本以胸平，不要说太高了，脚尖是自然下垂的，往下落，整体去落，去探对方，就感觉就像你是在晚上你去偷人家鸡一样，提下来看有没有人，让没让人发现，起，有人赶快旁身，这时候你有变化了，你不能说是傻走，那不行。所以这时候练这种鹤形步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意境，要有闪战的东西。你看，一走一松一落，五指抓地。我们掌口有一句话叫走如风变赛龙，五指抓地找地功。走起来五指抓地，鹤形也是一样，鹤形步啊，就提起来，起，五指抓地，点出去看对方脚底下。如果说跟人动手，脚底下有坑，把你拔脚崴了，你还跟人动什么手啊？探出去，好，步子没问题，稳了，换身法，再起，提，再探出去，看对方前面有没有东西，如果碰到东西赶快就回来，一松就回来了。注意不要塌腰，腰不能塌下去，腰要竖起来，提顶神贯。你不能提顶，你神不能贯到周身，周身你不能灵。一走起，这就是引派八卦掌两种主要的步型，一个是自然步，一个是鹤形步。下面来介绍一下八卦八形的一些综合性的理论。八卦掌怎么说呢，原来是最早要说八卦八形得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八卦掌。八卦掌要明白八卦掌还得说一下什么叫八卦，所以这追根溯源得先说八卦。八卦什么是八卦呢？古之伏羲氏者之王天下，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仪，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始作八卦。这是八卦的一些道理。为什么做八卦？八卦是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也就是八卦必须包含世间万事万物，至诚全数，始作八卦。就八卦实含万事万物的精华精义在里边。为什么有八形之说呢？八形是各种动物的一种提炼，一种升华，一种总结出来的东西，所以有八形。八形不一样，比如说像门宝珍先生，孙禄堂先生，或者是刘斌程派长，刘斌先生程清华先生的小徒弟，都有八形之说，他们是大体一样，但是理论完备当说是孙禄堂先生的八形。孙禄堂先生的八形除了是离卦要形掌，跟门宝珍和刘斌先生的不一样。门宝珍先生、刘斌先生他们两人一样是叫离卦机形掌。我师爷说了一句话，他叫一身北八形，也就是说把八形的东西练到自己的身上，自己一举一动就有八形的精义。门宝珍或者说是孙禄堂他们先生的八形，他们乾卦师形，坤卦临形，坎卦蛇形，离卦要形，艮卦熊形，兑卦猴形，巽卦凤形，风轮掌，还有震卦龙形掌。这是孙禄堂先生和门宝珍他们几乎有共性的东西，除了刚才说的离卦，人家引派门宝珍先生和
程派刘斌先生的叫畸形，剩下都一样。他呢像孙禄昌先生说，前者见也，翻画卦之名也，前以形体而言谓之天，以性情为言谓之权，其余物则为狮形。就是那个物它像狮子，狮子有什么？狮子张口，大鹏展翅，还有这些招法的变化，这些变化。他说坤卦临形，坤卦临形有麒麟啊，有麟虫之长，麟虫什么带长着鳞呢、啊、所以有鱼啊，鱼什么油啊，这东西有麟虫之长。他这么说就说有一些，他说有变化不错之功。说坎卦蛇形，坎卦蛇形顺势长，怎么叫顺势长？顺势反转旋身，旋身。蛇形有什么特色？蛇形有蛇盘，比如一坐过去蛇就盘起来了，这蛇形的东西。像形意拳的蛇形就是这盘身。蛇还有一什么特色？蛇窜，比如蛇要吞物的时候，啪，在这血给你晃着，啪一窜就回去了。蛇有一窜，还有蛇有什么？蛇有拨草之能，拨草闪身，拨草，这都是蛇形的东西，蛇形的变化。所以说，离卦叫曜形长，曜的什么？翻身之巧，入林之速。曜的翻身，啪一翻身就起来了。曜的翻身啊，入林之速，曜的入林很快的，这不就过来了吗？曜的翻身，曜的入林，这是曜的曜形长。然后震卦龙形长，龙形可以大可大可小啊，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象征嘛，所以它蕴含了很多东西。震卦龙形，孙禄昌先生他叫平坡长，就是他长势比较开展，先求开展后求紧凑嘛，他龙形长。然后就是艮卦熊形长，艮卦熊形他们叫背身长，叫背身长。但是这种东西它有什么黑熊反背，他走这种打法不太一样，所以这是艮卦熊形。然后再下来呢就是巽卦风轮长，风轮长它叫凤凰啊，也是有龙有凤嘛，古代的皇帝称龙，娘娘称凤，它凤形有羽虫之长。什么叫羽虫啊？羽毛，孔雀马上是这个什么百灵啊，都是带羽虫的，都带羽毛的，羽虫之长。它有摁扁展之功，有扇展之力，它一扇翅膀啊，它翅膀上有这双扇，有单扇，这叫背扇扇，把扔这削又扇，它的凤形它有扇，扇展劈阵，这叫凤形掌，这是谢老他们的一些理论的东西。然后对卦猴形掌，猴有窜山之勇，有猴什么三窜六躲之能。猴形，你扒一转手，你看猴形，你得蓄起来，你看俩鸡俩腿，臀部你得收起来。猴是灵活，有这么一句话，形意拳说的叫怎么说？不是飞仙体自轻，若闪若电令人惊。看他一身无定势，穿山越界一片灵。猴形的打法，形就是八卦掌叫旋转若猴，动作越猴，扒一转跟猴似的，你看就出来了。猴形出手要短，变化要快，竹息风。都用上了这猴形的变化。我就八形的这问题请教我师爷杨坤先生，他叫一身背八形。我就问八形是哪八形啊，他说出了一段话，叫猫窜狗闪兔滚鹰翻鸡身龟缩鼠钻蛇缠。说猫窜怎么个猫窜？猫窜吸闪的力量，你看猫其他力量在腰在背，猫窜。狗闪是在吊尾，比如说对方一来手，一闪身一吊尾，攻击点就露出来了。猫窜狗闪，兔滚滚是在腰啊，你腰滚，腰滚你缠身你就下来了，这兔滚之法。鹰翻是在肩呀、啊，鹰拿燕雀之功，啪鹰翻，你看下踏掌一走，全鹰翻，全力量全在肩，哎，鹰翻在肩。猫窜狗闪，兔滚鹰翻，鸡身龟缩。伸就是说伸缩呀，伸缩要快呀，机身啪金鸡十米要快而准，哎就出来了。机身龟缩要快，比如我一出手他要拿我就回来了，这种龟缩缩头乌龟啊，您一出手啪我就回来了，哎一起就出来了。机身龟缩之法，鼠钻，老鼠钻洞在哪？在头。你看老鼠，猫追老鼠，老鼠贴着墙走，一转弯头先转，没有说老鼠先掉屁股，那就笨了。所以咱们转掌的时候也是啪一转，你像头先起来，然后转掌起来了，这个东西。
这就是说猫酸狗酸兔尾阴酸鸡身龟缩鼠酸蛇蝉，蛇蝉在哪？蛇蝉是带手，触手，触手就是蛇蝉，这不是拿啥了吗？这次可以贴它的膀背，这手就缠上了吧。所以说蛇蝉是带手法的变化。下面来讲一下就说这八行呢的具体的一些应用。比如说来先说这猫酸的东西吧。其实这八行的应用是整体应用，没有就没有必要就具体给分开了，但为了咱们要表现清楚必须要分一下。来你看这手，这手猫窜而去，有点近似于虎扑的东西，窜而去这种东西，你看肘打啊，你行行行，那个像螳螂拳什么这跑肘，这肘法打猫窜。那狗闪呢，你看再进狗闪我就掉尾了，来再换一下位置，这个来狗闪，那这就是狗闪位置，你别动你别动，我说狗闪他打过来了，我手给磕开了，同时我一掉尾，我跟他平行了，他对我没有攻击的力量，我手管着他膝，管着肩，管着胯，我的膝又防着他的膝，他没法进攻我。你看膝我这始终这跪着膝呢，我没有直膝，我要直膝就完了。所以就说猫窜狗闪之法，兔滚就滚身，你看就是这走下是你近身，你像近身，我这个东西拿腰一滚他，这就拿法了。所以这东西就滚，一滚身这不出来了吗？硬翻就走硬的东西，一出手硬翻，我拿肩把一沉，哼，一沉一哼一哈，老拳馆说叫哼哈二气妙无穷，一哼一哈哈就给它拿住了，鹰拿燕雀一般。还有行军拳有叫什么三盘落地，也是这个东西走肩，兔滚硬翻，机身也是一样。比如说你看你来手，这打，你看一打就那个，这叫张门穴或者叫大包穴，打的就是这个穴道。一出手，你看出手，一出手这不就上了吗？打了这拳，你挡上了，他这护根本护不住，快而准。这机身龟缩，我先出手啊，你慢着点，我出慢点。你拿我，拿我，行，拿我，拿住了，你手就洗这跳叫什么调掌、穿掌，这不是龟缩吗？你看身法。腿法溜臀，您别撅屁股，撅屁股就完了。顺胯溜臀，这八卦掌的要领。来，拿我，来，这不是出来了吗？这穿掌，这是变化，这是猫窜狗闪兔滚鹰翻，鸡身龟缩的一些变化。鼠钻，你看你再进手，鼠钻，拿头去找对方。我不是拿身体，你拿身体转我就费劲了，他这也能顶我了，拿头去转我就给他让开了，那一走这不就让开了吗？这是鼠钻之法。最后再讲就是蛇蝉，蛇蝉刚才已经比划过了，别进手，那进手这是不是这东西吗？这拿法了。但是八卦掌说什么？多少拿法莫夸技，两手拿一立古旗，任他神拿怕过顶，穿鼻刺目最难防。八卦掌不讲拿法，但是绝对不反对得机得势的拿法。比如说你看你出手，我正好我反面我就拿上了，得机得势我拿的，我为什么不拿它呢？但是我绝对不能，你看你再来把我这我这费劲了，为什么？我没得机得势，拿要顺势来拿。要不我师爷就杨坤岳曾经说过，不借劲儿不能打人。你来来，咱俩这摔跤呢，这个你怎么打人家？因为必须让他进手，你看你进手，你看你进手，反身我就拿他，他不进手我不好拿他。为什么八卦掌要讲究变中求呢？你看你再来接手，再来接手，你看找不着人了，这就背部啊，背部走胯打。你看像原来说老行一圈叫外胯好似鱼打挺，里胯唐步便是难。刚才那个东西，你看到这儿，你看这我这胯打这个位置。这东西就出来了吗？所以说这八行的经义大家一定要记住，八行的演示暂时就到这里。